哦，那个来路不明的女人，到底是谁啊？她为什么要来民宿？秦赞跟她有什么关系？难道是女朋友？不对不对，女朋友的话，秦赞应该记得啊。还是前任？也不对，前任的话，秦赞应该也记得啊。真的不认识我了吗？这样好像不太自然。秦赞，真的不认识我了吗？这样可以吗？我觉得不行。秦赞。群众，秦赞，秦赞，